你在做什么？你是哪位啊？你好啊，我开始长胡子了。你从哪里来的？你是哪位啊？乌龟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喜欢爬树。你有吃过虫子吗？你看，我可以用嘴唇这样。你的问题好多哦。好吧，你是个怪人。你在做什么？离开前可以说个故事给我听吗？你真好玩。来煮东西吃吧。我还有很多要学的。我一直在研究新食谱。记得要用新鲜的食材哦。吃得好，心情就会好。肚子吃饱饱，心情会更好。变化是生活的调味料。别忘了吃东西哦。有人饿了吗？朋友你好啊。来煮东西吃吧。朋友你好啊。